你好，我叫 Helen。In this video, you'll learn Chinese through a story in three steps. First, I'll read the story at normal speed. At this time, you can only see Chinese characters. Then, I'll read it at a slower speed, and you'll see not only the characters, but also the pinyin and the translation. Finally, I'll ask questions about the story. Please answer the questions out loud. You can find the answers in the video description below. Now, let's start. We have four rooms. 粉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房间里的桌子、椅子和床都是粉色的。朋友们都说我的房间真漂亮。我在这里学习，也在这里睡觉。旁边的房间是爸爸妈妈的，这是我们家最大的房间。他们的房间左边有一个书房，书房里有很多书，桌子上有两个电脑。爸爸和妈妈在书房里看书、看报纸、工作。第四个房间里有一个大桌子和几个椅子，我们在这儿吃饭。这些房间里都没有电视，因为我们都不喜欢看电视，也没有时间看电视。我们家有四个房间。我的房间是粉色的。粉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房间里的桌子、椅子和床都是粉色的。朋友们都说，我的房间真漂亮。我在这里学习，也在这里睡觉。旁边的房间是爸爸妈妈的。这是我们家最大的房间。他们的房间左边有一个书房，书房里有很多书，桌子上有两个电脑。爸爸和妈妈在书房里看书、看报纸、工作。第四个房间里有一个大桌子和几个椅子。我们在这儿吃饭。
这些房间里都没有电视，因为我们都不喜欢看电视。也没有时间看电视。我家有几个房间？我的房间是什么颜色的？哪个房间最大？